好 ，VLC 界面介绍。当你启动 VLC 之后，下面有一个类似我们录放影音的播放程式，这是播放，上一段停止，下一段全萤幕，还有显示延伸设定、清单、循环播放、随机播放。那你滑鼠移到最上面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到功能表列有这些：媒体、播放、音讯、视讯、字幕，它可以播放字幕档、工具，有这些可以设定。那它操作也非常的简单，基本上就像我们在操作录放影机一样。所以这样子的亲和力的操作界面是不错的。